来来，称一下，看看你们是消肉还是发福喽。你先，我不用称。立夏，过秤是传统，你得面对现实。我才不要称重。青仔发福，一斤三两。哦，发福喽！明都，到你了。不用，我去帮妈妈。这么大了还冒冒失失的，你们快来吃春卷，来喽！你们慢点吃，还有夏饼、面饼和水果呢。谢谢齐妈妈，好吃。吃饱了，带点春卷去节气基地吧。英雄所见略同，早就准备好了。这些火烧的能量还不错，就是太少了。哎呦，有只大狮子。哎呦。流浪狗真可怜，不怕，跟我回家吧。我一定会去救你的，等着。大家加油干，好好把季风输送到人间。太难了，你输送季风的舞蹈不适合我。火娘，你把我们都转晕了。好吧，我也有点累了。嗨嗨，青仔、平都，好香的味道！你们带了什么东西？我给大家带了春卷。那好香啊，让我尝尝。得等大家一起。进去躲躲。感谢老大没有抛弃我。就是，你要好好感谢老大。客气啥？老大照顾小弟是应该的。为了救你，弄得我肚子又饿了。我马上去找吃的，别忘了我的。你也去帮忙。是，老大。我们统计了一下，节气一还有六处缺口需要修补。其中有一处是圆柱一样的连接杆。观察了一下形状和材质，这个连接杆应该可以用平度土陶技术来制作。真的？走，马上去学土陶，回来补缺口。今天是你的节气，你要继续输送夏季的季风到人间呢。我陪你。那就由我们带着立春和立秋一起去吧。哇！累死我了，休息一下再找呗。我也跑不动了，好想吃东西啊。希望今年雨水充足，蒜苔就能大丰收了。是啊，到时卖个好价钱，今年的日子就红红火火了。饿得吃草。味道不错呀。这味道太特别了，我喜欢。真的假的？好好吃，肚子不饿了。我们吃饱了再带一些给老大。土陶制作有选土、揉泥、拉坯、晒干、烧制五道程序，其中拉坯成型最为关键。馆长，
我们想要制作图上的这种形状，你能教教我们吗？没问题。揉泥时要有耐心，拉坯时切勿急躁。手要以圆盘正中为中心固定住，不能晃动。我马上就要成功了。没关系，再来一次就好了。看来做任何事情都要全神贯注呢。拉坯时一定要专心，加油。再来一次。加油。这些皮拉的还是不错的。太好了，我们完成了第一步。我们赶紧上坯去。对不起啊，孩子们，我临时有事要出去一下，我们晚些再继续吧。好的，谢谢你，您先忙吧。你们可以随意参观一下。这个胖胖的图偶像不像你？太搞笑了。这个比较像你。怎么有精灵的声音？这些怪娃娃难道是什么秘密武器？我得去瞧瞧，好用就拿走。年兽兽，嗨，好巧啊！居然自己送上门来，你跑不掉了。年兽，你快乖乖跟我们回解体基地吧。可恶，好饿呀，没能量。年兽似乎有些虚弱，是不是生病了？我们试探一下。我们来帮忙。可恶，不讲武德。自己在空中角度，左前方十点钟方向，春生。可恶的精灵们！完了完了，老大被抓住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声东击西，你东我西，哪边是东，哪边是西啊？你够了。我去引开他们，你去把花瓣光罩钻破。钻东西我最拿手，我往东还是西呀？老大，我来救你。天寿，天寿干得好。又被他们逃走了。他们太狡猾了，下次我们叫上立夏和立冬一起。算台走不动了，好饿啊。好啊，让你们去找吃的，你们居然给我吃草。我又有力量了。我就说老大一定会喜欢蒜苔的，果真如此。蒜苔？什么蒜苔？就是这个，我们在蒜苔园摘的。很好，明天带我去蒜苔园，我要吃个痛快。公历的五月五日至七日间，就到了一年二十四节气的第七个节气立夏。立夏的夏是大的意思，说明春天播种的植物已经直立长大了。立夏标志着万物进入旺季生长阶段，这个时候日照增加，气温上升，雷雨增多，农作物茁壮成长。立夏常三鲜，有地三鲜，蚕豆、苋菜、黄瓜，还有树三鲜，樱桃、青梅、杏子，超美味的，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哦。